兄弟姊妹，咱被关心来领圣餐。我想读一首的诗歌：今日花种，聚集伫主脚前。今日花种，聚集伫主脚前。丈夫圣宴，心尊恭敬虔诚。瞻仰十诫，凡人记着主名，心受感激。因要甲主相亲，主第十诫甘愿替我受死，洗我污秽身心，变作清气，罪责还清，当大对安尼脱落，主爱高深，我心轻松得意，保体保肺，真正有大关联。尤其我心强健，我的人生骨架独清，予我得到真性。第十诫前少念主恩无停，我受圣餐一摆又过一摆，切望当饮这杯新的杯伫杯的国内，羊羔婚姻。烟花死虽未到，今虽付一个礼言，务必听候。哦，那是三合祈祷，感谢主，我们堂过一摆三合领圣餐，就主接着这个圣餐，接来我们听哩。侬纪念你的听的时阵，你的牺牲，是别给恁替我死的时阵，我们甘愿。为主来活，就做这个圣餐，接来阮今天来领给阮，给阮吃这这个阮对耶稣的基督徒，有法通遵行你所命令的话语，就是你的律法，奉耶稣的名基督，阿门。咱来看圣经哦，我当日传给你呢，我是对主耶稣的。就是主耶稣想要迄一面，找起饼来作下了，就拨开讲：“这是我的身躯，为恁来放杀的。恁应当安尼行，为着是纪念我。”饭后也接着找起杯来讲：“这杯是我血所立的新约，恁逐摆啉的时阵，就安尼行，为着是纪念我。恁逐摆食这饼、啉这杯，是表明主的死直到到以来，所以无论什么人。”无按你食主的饼、啉主的杯，就是干犯主的心、主的血咯。人应当家己省察，然后食这饼、啉这杯，因为人食啉若无分辨是主的身躯，就是食啉家己的罪咯。咱搁一摆照主的家事来参加，来领圣餐，咱是参加主圣。我来祈祷，感谢主，因为你是奇妙的救主，常常在我的身边，给天我力量，通为主来活，效法基督。遵行你的话语，你的律法。主啊，若是时阵，阮的时阵会体贴阮的孤身肉体，一直到阮犯罪得罪你，求你搁一摆赦免阮，互阮赢家阮的孤身，通互阮新的活命彰显出来，常常互心灵充满，有讨你欢喜的生活方式。求主。我们高雅的力量也给祈祷，感谢主，陪伴我们的心灵心诚，多谢你的听，多谢你的赦免，奉耶稣的名祈祷，阿们。耶稣受委那一面，提起饼来，作下了就拨开讲，这是我的身躯，为恁来拍破。每一摆恁安尼吃的时阵，得安尼行。为着是纪念我，咱三个来纪念主的听。
撇饼了后，耶稣脱起杯来讲：“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，每一杯你来饮的时阵，得安尼行，为着是纪念我，咱三个纪念主的天。”咱阿头三个结束祈祷，接受祝福。主感谢你，我们今仔早起搁领圣餐，用你听激励来效法基督，跟底耶稣基督来遵行你所吩咐的命令。我们借这遵听命令的基督徒，愿你听我的祈祷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，被上帝的慈爱、圣灵的充满和感动，继续跟恁众人相合起来。对今仔日起，一直到主耶稣第二摆对天降临，阿门。